哦，八成能够吃鸡，这真八成吧，观众朋友们，这是真八成，真八成，九成，十成，看看苏克 ，SUK 在自己的镜头之下可以看到的是，我觉得现在对于 STE， 我觉得对于 STE 就要看看自己的烟。烟墙有多长？对于苏克来说，阶段齐了，哥哥们哪来这么多烟呀？对呀、啊，这 ST 怎么就这么富裕？哎 ，ST 说修他们那儿老多烟了，都是他哪来的？那应该是要丢完了。我看那边估计还在掏烟，还有加大烟，就哎929还帮他丢一个。你看，你看，你就我们刚才从 TC 先生 TC 身上见证了整个 G 港的物资，就 ST 他加上修 time 之后，那就是整个 Y 城的物资。效率翻倍，搜索。那看来这场比赛应该是 Y 城的物资更胜一筹了。哦，哎，不是切错了吧？开始换雷了，那是准备压制929的位置了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厕所，他们心心念念封了巨量烟的厕所，这道烟雾长城不光是让他们躲避了 SUK 的枪线，还让他们打开了生命的道路。还有烟，还有，又这，哇！在太空当中，你不只是可以看到万里长城，还可以。